我是胡晨峰，我现在在甘肃省向各位网友兼股东汇报三月份我在全网的收入情况。目前我在 B 站和微博有收入，三月份收入再创历史新高。我在三月份的税前总收入为74457元，其中 B 站直播收入41057元，创作激励1071元，广告收入9660元，微博广告收入1700元，创作激励484元，上一年度个人所得税退税收入20485元。在缴纳了约8425元的个人所得税之后，此为系统自动扣除，不可能不交。我的税后总收入为66031元。以上是我的收入情况，下面是我的支出情况。三月份我在沈阳、上海拍摄，累计拍摄5次，发布作品7个，我的拍摄成本累计为10397元，其中直接赠予的挑战资金1926元，摄影师工资支出680元，摄影师的播放激励分成193元，交通成本包含机票、地铁、高铁、打车共5227元，住宿成本1953元，其他支出417元。所以三月份我的净收入为55633元。回望自己做短视频这一整年，真是轻舟已过万重山，小户的点点滴滴成就都离不开屏幕前的各位网友的支持，饮水思源，再次感谢。尤其要感谢李物浦奥润汁、向来吃 S、 新歌砍电影三位的支持，以及以上这些网友的支持，再次感谢。